大爷，乡亲们听到钟声开始转移，应嫂他们拥军未回，叫人着急。放心，应嫂他们就要回村。铁牛，好，你到路口迎迎去。是。大兄弟，你是咱村的党支部书记，有件事俺想问问你。什么事啊？部队连打胜仗，咱怎么还向东山转移？东山地势险要，便于辗转游击，咱要配合部队夺取更大胜利。对，这是毛主席说的运动战嘛，就像春上的孟良崮战役，布下口袋阵，放进老狐狸，然后口一扎，咱爱怎么捶打就怎么捶打，哼，砸他个一滩泥。解放军运动战威力无比，为争取更大胜利，出动专一打他不后退，前进运动中寻战机，大量歼敌。大叔，英嫂他们回来了。英嫂，成山大叔，赵大爷，英嫂，你们辛苦了。大叔，拥军移河难，往返不觉累，带着深情去，怀着信心归。移河难，见到的英雄部队，枪如林跑长群，党支部书记去开紧急会议。好，英嫂、赵大爷抓紧时间向东山转移。好。英婶儿，大娘，这孩子真乖。孩儿他爹呢？还在家里，你快看看去。英田叔真叫人着急，慢腾腾刚出村，扭头他又跑回去。又回去干什么？他说还落下一只老母鸡。嗨，真是。钟声响，吹得我心慌意乱。你快走吧。留香松，留香柳，最为难常言道，我家之安官撇下门户无人管，何日归还？休看那蒋匪军猖狂千帆，不过是当将烈心还有惨，但是的舍己恨。
来到村前。他们冲出去！对，只有这么办。不行，不能蛮干，这太危险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赵大人，咱们暂回村坚持斗争，找机会再奔东山。对，找机会再奔东山。回山神龟庙，港南港北有姓刁。走。你还活着？一没病，二没灾，吃得饱，睡得着，越活越壮实。告诉你们，谁吃了我的粮食，一粒一粒倒给我吐出来；谁分了我的牲口，不许少还一根毛。刁队长，侯团长密见。查红云岗附近有共军商号一名，令你队火速抓到，以了解共方军情。抓商号。队长进村，大仇未报，祖传家业尚未追讨，一个共军商号嘛，兴师动众没有必要。你懂个屁，抓不到商号，弄不着情报，国军再遭挫折，咱爷们靠谁撑腰啊？还是队长见识高。侯三儿，有命令全队进村，挨家挨户查找那个共军商号，一定抓到。
怎么还不回来？消灭蒋匪，八路的东西滚火塘，谁敢违抗满门杀？我生擒不容我流于彷徨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看这双鞋，我藏得好好的，你又想往哪塞？藏着不保险，我想把它拆。你说什么？我想拆。拆？亏你说得出口。这是用军鞋。正因为是军鞋，搜出来要招灾。孩儿他娘，刁鬼可是心毒手狠，骨子里坏，他杀了人还嫌刀不快。刀快斩不断颐和水，咱军民的情义他看不开。这情这义咱都有，可眼下还得多忍耐。同志们日后打回来，我多扯好布，你多做鞋，逢紧与急咱就避一避吧。能拆？你怎么藏上军鞋都害怕，张口闭口拆拆拆？你也曾跟着乡亲斗地主，土改时受的教育可不能忘怀。现在和土改时候不一样，还乡团咬牙切齿冲咱来，看鞋上绣着军民团结消灭蒋匪两行大字，明明白白，留着惹祸害，一定把它拆。上过狮子班，积极斗老财，你可是贫农家的后代，万一出了事儿就要掉脑袋。
看那个共军商号哪儿藏哪儿躲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飞动赵英田。哦，这新房盖得不错，小日子过得挺热乎。你那几亩地没让共产党给分了。共产党的政策不分中农的土地。住口！走！你是谁？我家里的。我破了相，你倒成了相，今天就帮你把这个相拾掇拾掇。走！我家可是没藏啥东西。躲开！孩儿他爹，咱水缸没加盖，碗柜没上锁，里屋敞着呢，外屋摆着，谁爱拾掇谁拾掇。嗯，该动的就得动，该挪的就得挪，给我仔细搜查。走。家落不明，沿阵地一路寻来无踪影。大叔，四处找遍，还是没有。嗯，金刚岭没有找到，红云卡又不见人，莫非方败仗？敌人。这个商号，他还能上得天？那边走。看来方排长没有落到敌人手中，我们继续寻找。是。陈佛晓在寻找接济的兄。
切喜得我助力，穿一弯仙尘夜色沿山路，坚持向前。心境中腾云旋，春娇舍
同志。只见他上石柱前叹一声，同志，水，水，水，哦，水。我到河边取水去。不行，郎才不忙叫上元，我回家烧水去。Hey!
同志，同志，同志，大嫂。有什么情况？这家女人进门背柴火，出村挎菜篮，我盯了半天，她倒神色不变，没有看出破绽。看，别光看人兜圈，看不见墨砖。刁队长有话，出过村的人就是嫌疑犯。那我进去看看。先报告队长，再做大。算侄子不在家，叫敌人抓去干活去了。这群坏蛋！侄媳妇儿，你在忙什么？方排长身负重伤，我想给他熬点鸡汤。好吧，给你。干粮，你这是？村里敌情变化无常，我东邻西舍。敛获了这些也好有个提防。是啊，这是包刀上药，你老人家想的可真周到。你什么时候上山？熬好了鸡汤就去。孩子，行动要谨慎，敌人诡计多。去世心中我家国小名了少，你走后山坡
我走了。
什么事？孩儿的娘，村里的乡亲们又遭祸殃。怎么了？刁鬼来到工地前，逼着大伙要伤员，赵大爷顶撞他几句，当场被打得皮开肉绽。刁鬼还说，说什么？他说：“鸟落密林，鱼藏水，商号就在穷人间。”说到这儿，他那两只贼眼咕咕噜噜直朝我打转，就像是咱家藏着伤员。这么一说，刁鬼是怀疑咱们藏了伤员。谁说不是？那你藏了没有？我连个人影都没见。要是同志在眼前，叫你掩护，敢不敢？要是我遇见自己的同志，就是豁出脑袋也要保证他的安全。说话轻点儿，真见到了还能不管？可是刁鬼杀人不眨眼呐。说这些了，快吃饭吧。鸡，正下着蛋，自己舍不得吃，难道留给还乡团？快吃吧。我走了。干什么去？张大娘病了，送碗热汤给她去去风寒。外面风声紧，别再跑跑颠颠的了。穷人一家亲，理应多照看。孩儿他娘，你把心放宽。怎么，小两口吵架，为的什么事儿啊？坐吧。英田家的，怎么没见你出门？是你没看见，村里村外，我可是常来常往。走亲戚还是回娘家？哼，眼前。哪能顾得上？那么忙什么呢？家中缺柴火，炖里断了粮，砍柴刚下岭，又弯野菜上山岗。弯野菜，
鸡汤，这鸡汤里面有文章。有鬼在眼看鸡汤，定有鬼计心内藏。好时机，我定要抓住方，顺藤摸瓜手要长。应田家的，不煮野菜熬鸡汤，什么贵客来拜访？贫家自有贫家客，这位客人可不寻常。患难相处的老乡邻，身染重病需调养。老乡邻是哪一家？他是内政还是外省？嗨，张大娘年老犯沉病，给他熬了这点汤，稀罕你就端了去。下蛋的鸡也舍得给别人吃，看来你夫妻可真大方。什么大方不大方，给别人吃了总比让黄鼠狼子拉了去强。压怒火，配将猎物观察东墙。天平里的千条鸡，我自有主张。他要走，给他个御剑先锋，并叫你竹篮打水，匆忙一场。刁队长，你坐一会儿，我到张大娘家去一趟。好，好，好。孩他娘，你还是先看看孩子吧。应田，这就是你的不对。邻居有病，还是先照顾病人要紧，对吧？应田家的，孩子娘，插乎什么？整天这天可是又变回来了。你要顺着浪头走，别开顶风船，不然的话家破人亡后悔晚。说你家里的为谁熬汤，给谁送饭？给张大娘。给张老婆子。一会儿就叫你见见世面。刁队长，你怎么回来？包队长，看样子好像没事，他是到张老婆子家去了。笨蛋，回去盯着。Thank you.
声声，君好声又在耳边。伤口渐渐愈合，一天没来送饭，让你忍饥受渴。大嫂，你为掩护我一路走险坡，手上磨出血，衣裳也裹破，这没什么。怎么这样多？这是张大娘敛活的。怎么？快吃吧。还乡团反攻倒算，烧杀抢掠，乡亲们却赤手穿，受尽折磨。这汤饭，大嫂你带回去。怎么？昨天送的还有几块碎煎饼，还没吃完。你怎么吃野菜呀？同志，你为我们负伤流血，如今在这荒山野坡，风不能挡，雨不能遮，
这苦根野菜。嫂，我从小熬尽那风吹雨打，黄连树下长苦熬苦度生涯。也在冲击苏山林惊动一下。共产党解救了我这方牛王，参军后时刻铭记党的话与人民共患难不容易乡亲们曾经受千难万苦，这趟饭你教我怎能咽下情况，你只管安心养伤。大嫂，要有变化，你就直言也好，设法与敌周旋。这两天，侯团经常来人，刁鬼搜查频繁。刚才我来的时候，侯三儿还盯着，多亏张大娘帮助，我才上了山。敌人跟踪，情况险。乡亲们处在水火间，是紧急，必须要早做打算。大嫂，我想今晚直奔东山，联系武装，解除危难，我也能尽快找到部队，争取早回前线。你的伤，我可以坚持走。同志。一定要多记
小明人上身了。你快绕路回村，注意监视敌人。英婶，你放心。上了红云岗，我跟来跟去，他又回了庄。看来跟踪不成，得来个先下手为强。怎么？刚才没听见枪响？这几夜武工队常来活动，闹不好商号就会转移外向。哎，侯团长催的火急，真叫人头疼心慌。干脆把郑家的给抓起来。这女人满脑子八路军共产党，就是用尽酷刑她也不会识抢。可商号怎么抓得到呢？这主意先要打在张英田身上。对，他胆小怕事，有点指望。我把他压起来了，马上回去给他点厉害尝尝，当着他的面把赵老头子毙喽，也许能在他心里刮点风，掀点浪。要是不成，我另有主张，带上火把全队出庄，封锁路口，断绝来往，来个冷不防，火烧红云岗。
孩他爹，这是怎么了？在吊诡的叫上元凶似虎狼，招大爷外奔忙杀鸡熬汤，他危难时刻想念亲人，莫非伤员就是他？孩他娘，伤员就是我远方。到叫我不由处长通知他，生父上灵相救则难那还乡团，盼着村庄解放军到湖里边打胜仗，国民党反动派待不久船水不能救金花，站在东山有武装，快与支书联系上，并就通知回前方。东山送信，你要帮我出村。伤员同志藏在哪儿？红云岗上暂安身。红云岗那里草深林密，你就尽管放心，万不可轻心大意。我下山时遇见了敌人，还乡团整天在东窜西奔，不一定是上山搜人。有备才能无患，咱们要防他十分。孩儿你啊，你把伤员救下，就算尽到责任，吊诡再来催逼，给他个硬不承认，你就待在家里吧。闭门不出，单凭侥幸，不敢斗争，怎救亲人？还乡团盯得紧，咱设法引开敌人，大火就要烧进家，人不灭火，火伤人。你不要太倔强，我早已下定决心，不管怎么说，今夜不许出门。真叫人心寒，亲人有危险急需上东山，敌人在门外封锁，你却在家中阻拦，这正和敌人心愿。你我恨透了这群坏蛋。往日你忙拥军，从来我不阻拦，你拨军粮我推撵，你做军鞋我捻线，可是今天敌人在门外，刺刀在身边，万一有个好歹，咱一家大小可就全完。孩儿他爹，在这紧要关头，你可是不同从前。
转移，你犹豫不走，救伤员你畏缩不前，一心保住家和命，天大事情丢一边，可你想过没有？推你哪来的米，做鞋哪来的线，一家大小哪来的命？你忘记了共产党毛主席恩重如山。记得成亲以后有件事你曾对我谈，解放前一年沂蒙遭大旱，穷人家妻儿卖女去逃荒，你家也搀炕吃菜度饥寒，你身得重病没钱治，爹只得刨药到山南。吊诡无赖爹到山伐木，罚你家交出300银元，眼看要倾家荡产，你一家好苦连天。那年那月那时那是多么凄惨呐，thank you.
行。今夕是两对照，离离分明，儿他娘常见见，我学徒恨得深，爱爱得深，酒上愿他舍死亡生，刚强英勇，我却是连家性命忘大恩，连家性命忘大恩，我愧对亲人。从今后生生死死跟党走，是与敌人做斗争，知错改错，决心下定。孩儿他娘，上东山去送信，我来担城。孩儿他定。谁？干什么去？上红云岗。黑灯瞎火，你上岗干什么？你们不是要放火烧山吗？那里有我家的书记，我去把他挑回来。别再乱喊，给我滚回去！你们就是要拆马，回去！就是要拆马，回去！恨敌人常雄壮，火烧山烧山岗，叫人心里慌，情急不容缓。你快快拿主张。我去转移方排长，你找支书快出装，除掉拦门狗，大胆破心慌。开门！开门！快开门！郑天，你盘算的怎么样了？这会儿我想过来了。啊，这就对了。交出商号，保个平安，老实为民，顺时听天。前刚后放火烧山沟密林，仔细查找，不要死八路，我要活商号。
快快！是是。是啊！什么人？站住！是你呀！这回还有什么说的？快交出八路商号！不知道。交出商号，保全一家大小。要是不交，我就。